对你不想理你，对你对你没有兴趣。坏大星，哇，你这个坏大星大师。没事，我是录影，你可以讲话。坏大星，你是坏大星是不是？很像啊。那你一定是没看过卡通。再来一次。他被我听到毛病了。再来一次。他都要挂掉了。哇。